有请我们下一位主播大米啊，扮演的是我们的王兆军。哎，王兆军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大家应该都懂的，好吧？有请我们的主播闪亮登场。不能说话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，是天气寂寞恶不如敌，血红的月光映照着死期，等待从红的地心引力，杰克是传说永不放弃，活到最后竟是无敌，我们说好了跟他在一起，心怀不惧翱翔于天际，我的人那是你，身为君主就是这么任性，发挥自为爱怎么样， Baby let's go are you ready， 对你呀，我到底是母亲，转三天又三天，扭一扭转一转，其一步三次，沧海当天断，花鸟不断，湖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看看，皇上一刀两断，我们的希望是你的，今日破坏我正确的绝望。哈哈哈，我们要太爽，永不背叛，皇城不可阻挡。明亮的光景，自见死亡生长，可知内心的力量。放弃治疗，你没救了，病入膏肓，你内心就不会受伤。恩赐尔等，赋予朕的荣光。终于大家强强，让我们一变强。只要你打他打去，有意思吗？畏惧信仰，畏惧力量。花有再开的那天，人有重逢的时候呢。一篇诗，一斗酒，一曲长歌，一剑天涯。我和我的剑到此一游，你的血让我诗兴大发，以陛下的名义以备鼓浪。死者也会开口说话，该闭嘴了。收割开始，了无遗憾的离开吧。别低估了大道的力量，和神家谈是信仰，伤痕是男子汉勋章，不刷新世界观怎么可能成长。天不生夫子，万古如长夜，灭绝这人间，我是世界的梦魇。好，然后宝宝们帮大米投一下票好吗？谢谢。在我们的正下方有一个投票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击一下投票。还有20秒的时间，我们就要结束投票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稍后还有更精彩的活动，然后你继续关注9.53，不见不散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注也可以点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有时间再给你们来个一字马吧。頑張って。13これで。舍弃所能舍弃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白狼会在夜晚化身少女吗？一不小心就真相了。